多部戏剧爆红，受到许多粉丝喜爱。私下是爱狗人士的他，竟意外被网友巧遇。该网友透露自己一开始是看到一只腊肠小狗狗，好可爱，走近看发现项圈很眼熟，当心里正想不会是赵露思的吧。接着他就见到本人正在与朋友拍照，他便兴奋问助理是否可以拍照，但是被助理拒绝。结果赵露思听到后对他亲切招手，并说可以拍呀，我们来自拍。接着还亲民搂住女粉丝，比出可爱的剪刀手，还和粉丝开心聊天，让网友发文大赞赵露思太可爱太乖啦，而且本人超小一只。照片曝光后，不少粉丝纷纷羡慕直呼好想在路上巧遇赵露思啊。